90年代末、2000年代初。牛肉，哎呀，我想我好久没吃了，这火锅下了那个香了，我想，我那个人就是那种特别的真性情，好都是好，不好都不好，你不好的东西你喊我演不出来呀，没法了。所以说我说的，在重庆我推荐的火锅不满意，我来买单，我丢那个执行。我那次来成都的目的也是把那个事情带到成都来啊，你说要不要得？那个样子的火锅还是中国的心，川渝的味儿，传承重庆味儿。哇，那条筋舒坦了。还有有经验的，今天消费549元。